他抓机会的能力会非常强，因为他是主动释放技能的一边。这边再刮一下，哎呦，这边一边由战神队拿下，是五个人的娱乐赛，我泰神的胜率还是可以的。我泰神一直打 solo 赛很无敌，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把老帅打到不想讲话，一直在这个发出音波攻击。我看到九胜队这边，哇，这边要直接进攻强打，哇，被反杀了，这个一个小走位反弹一下拿下人头。